怎么连个早饭都没有？你是谁啊？小姑娘，你是谁啊？我昨天刚到的。哦，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嫌我啰嗦，我劝你啊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走吧。他们这个战队呀，有一个规定，不允许带女朋友到这儿来。上次那个谁带了一次女朋友，结果呀，扣了半个月的工资呢。女朋友？不是不是，阿姨，你搞错了，我不是谁的女朋友，我是新来打职业的队员。队员？嗯。女的？女的。哦。阿姨，你这是准备做早饭吗？哦，这些都是中午要用的材料。中午？嗯，不是早上8:30要起床的吗？8:30？这些小鬼们辛苦得很，他们昨天晚上训练得很晚，今天中午12:30能起来就不错了。打电竞的没有早晨，我劝你一会儿啊，也去休息休息，他们下午才会陪你打游戏呢。嗯。阿姨，这么大基地，就你一个人打扫吗？哦，我平常啊就做做饭、打扫打扫卫生，这些清洗家电的专业活啊，他们要到网上找人来做。现在这小姑娘也玩电竞啊？夺得2019年 OPL 春季赛冠军。与此同时，也让我们恭喜 Chaseman 陆思成夺得本场比赛 MVP。早，早。你这 Superman 不错。早餐吃什么呀？还是老样子呗。早。啊，早。早。早，早，成哥。早。刺激，你觉得呢？太刺激了。